打開咧，仲要有一個靈魂網憑往自己身口拉嘅，拉完之後咧，左腳喺前面，重心喺前面，即係成日都重心喺前面，前面。然後咧，佢打出嚟嘅時候，你就用腰，用腰力。用腰唔好用手，即係落死呢個。係啦係啦，落死下邊個位置。咁你用腰咧，佢個槍咧揾槍係好穩嘅。如果用手咧，嗰啲槍咧就好飄嘅，好飄啊。嗱你咁樣嗱咁拉住上，係上，佢就正前方嘅啫上。如果左右嘅就咁。咁你成支槍咧就好穩嘅。你試試，你畫。